大家好，我是刘轩，你在收看的是 Mom TV。有两个心得，第一，一加一绝对大于二，有两个小孩子会有很多的新的挑战。第二点就是，如果老婆在管教孩子的话，绝对不要插嘴。你一定要有耐心，然后我觉得你会从混乱之中学到很多整理你自己的秩序的方法，所以加油 and good luck。